后是一位市议员，想要祝大家就是现在很困难的情况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支持杭州，然后现在就是想要送所有的支持和 Sister City 的这个感情，说我们现在就是对大家希望赶快的能够有安全和健康。在波士顿现在每天都在想着杭州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再继续看到大家。